之声广播电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之声广播电台的这次欢迎广播。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东西你如何在朝鲜的建筑分裂成双的建筑
党我国我军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下达命令，发射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四号。我党我国我军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主体105年2016年2月6号下达亲笔签字命令，发射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四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宇宙勘察局即将发布关于金正恩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成功发射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四号的公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宇宙勘察局公告，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四号发射成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宇宙勘察局科技人员按照国家宇宙开发5年计划2016年计划将先进研发的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四号送入轨道，完全获得成功。运载火箭光明星号于主体105年2016年2月7号9时在平安轨道铁山郡西海卫星发射场发射，经过9分46秒的飞行，于9时09分46秒将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四号正确地送入了卫星轨道。光明星四号轨道斜度为97.4度，沿着极轨飞行，近距离高度494.6公里，远距离高度500公里，周期为94分24秒。光明星四号搭载有观测地球所需的测定器材和通信器材。光明星四号的发射大获成功，是伟大的朝鲜劳动党重视科技政策的引以自豪的硕果，是我国堂堂正正行使自主和平应太空的权利，发展国家科技、经济和国防力量方面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太阳朝鲜的巨大民族佳节光明星节来临的暗影之春蔚蓝天空上出现的主体卫星的迷人航迹云，是我国宇宙科技人员献给伟大的金正恩同志和享有尊严的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纯洁无瑕的忠诚的礼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宇宙开发局将今后以积极拥护伟大的朝鲜劳动党重视科技政策，发射更多的主体卫星升入万里太空。主体105年2016年2月7日于平壤。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近来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卡车社、丹尼西尔的人民报、吉尼亚国内国际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尼日利亚全国经济成经济者优晚会和民主共和国全国独立分享优晚会的网站、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主导消息，报道了近来的金正恩同志对平壤新政书纺织厂进行现场领导的消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和吉尼亚各家广播电台报道了近来的金正恩同志对经过改建实现现代化的精兵运动员综合实兵厂进行现场领导的消息。俄罗斯网站还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青年运动首席馆进行现场领导的消息。上述网站分别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2月3号报道，南朝鲜的汶山大学学生们广泛阅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回忆录《与世界同行》。他们在读后感里写道：“令人第一次感到的是金日成将军真正的人情味，令人觉得我们都应当努力学习金日成将军的风貌。”写读后感的学生仅在2007年11月到2010年6月期间，共来130多名。印度太阳节暨光明星节筹委会在俄罗斯纳霍德凯宣告成立。印度光明星节筹委会成立时，在俄罗斯金日成宗教的约所举行。筹委会决定在神秘星云的太阳节和光明星节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尊崇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印记。在俄罗斯金日成宗教者研究所举行的庆祝光明星节筹委会成立仪式上，通过了对近来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为光明星节，英国新共产党、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独立分享研究小组和英国朝鲜友好协会最近在伦敦共同举办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一起讨论会。非常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的贺年像。一项发言者指出，不久前朝鲜在第一颗氢弹试爆中大获成功，这是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力量的胜利。伟大的金正恩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将朝鲜加强和发展成为一个战无不胜的军事强国，将他们两位致以最大的敬意。讨论会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
参加者观看了我为影片提名全国的爱民英武。在十一生日的二月八号之际，妇女同盟干部和盟员二月五号在平壤人民文化宫举行了品德研究发表会。并向发言者说，革命的正规武装力量在折敌37年，1948年二月八号诞生，这是一个神秘生命的世界，为曾在白驼山开创的革命武装力量建设带来了新的转机。朝鲜人民军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关怀下，成长为战无不胜的正规武装力量，在白驼山亲向名将、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壮大和发展成为党和领袖的军队，坚定革命事业的先锋队。他们强调，我国革命武装力量由于拥戴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所以今天以拥有清淡的有合伙最精锐的革命强军大显威仪，并迎来了自己发展的最全盛期。为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光临金局，全国金山联水圣誓师大会三月五号在白驼山密云故居前举行。参加者首先向白驼山密营的白驼山三代将军马赛克壁画献花篮和花手表示敬意。大会由有关部门干部和全国青少年学生白驼山密营故居探访行军队队员参见。参加者跟着青年同盟中央委会委员长钱永南的领读，发誓要竭诚拥护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领导，将主体革命事业完成到底。大会结束后，参加者一边听取有关白驼山密云故居的讲解，一边认真观看了珍藏在历史之家里的史记物。到访期间，他们参观了李明水革命史基地、金山自娱地等处，还进行了各种精致文化活动。金山江平南灌溉自由市水渠建设工程动工典礼，三月五号在平安南道济川市准格里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特书记郭范吉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建设者和济川市劳动群众参加。朝鲜大力提倡民兵武器，中央产业美术指导局、万寿台创作社和平壤美术大学创作了最符合童心又对于时代的30多种风筝图案。国家科学院经验科学分院开发出适合风筝制作的作品来制作各种风筝，好让学生少年进行各种愉快的民间游戏锻炼身心。不仅是平壤市各初级中学，还有圆山初等学院、中等学院等各地小学、初级中学广泛举办放风筝、踢毽子、跳绳等民间游戏，以使学生一边愉快地度过课外时间，一边进一步巩固学过的内容。庆祝光明星节朝鲜邮票展二月二号和三号在中国北京举行，这一场里展出了在光明星节之际发行的纪念邮票等印有有关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革命生涯和风险运气照片的邮票。这一场里还展出了介绍先进朝鲜在敬爱的金正日同志英明领导下打开强盛国的建设最全盛期的现实，朝鲜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以及朝中友谊的320多种邮票。在主体1955年2016年年节之际，我国外务省二月五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成员举办了联欢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李庆军和十项官员应邀参加，还有李吉成副相等外务省工作人员参加。美军新野军战斗机曾在进行对朝核打击演习的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核浩劫危险的事实公布于众。南朝鲜党报平壤年二月一号援引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资料指出，美军的一架战斗机在1959年一月进行南朝鲜的乌山里空军基地疯狂进行核炸弹投向演习，在其过程中起火，由核炸弹一部分被溶解，其爆装置被燃烧等事故发生，引起了一阵骚动。新闻报告完了，是由崔生慧和沈爱兰报道的。朝鲜之声网络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二月六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岛国独立还是金属红政》。下面就要播送这篇评论。日本首相安倍等政府高层人物今年大会宣言说，对新年问题同南朝鲜达成了充分的协议，之后日本政客的狡猾性和无耻性超过前所未有。
文都科技省前任副大臣在自民党外交官邸联合会议上对新闻问题放出一块谎言，说他们是执意川普，我们都密切把他们说成牺牲者的宣传工作大受其捧能，对于受害者万一的伤口捅了一刀。此外，日本外交大臣岸田在国会上讲话时竟然声称独岛是日本国土等于，在世界面前公然露出了他们自己的亲密隐私。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反动集团哄骗文在寅当选者来达成日军金融问题协议之后，向联合国组织提交一份明书，表示政府的正式立场，说关于日军强征金融的证据尚未得到发现，用残忍的方法来屠杀他国民族，却一向不愿意回来，反倒加以配合，这就是岛国日本顽固的恶习。如果日本以为伸展国家手腕就可以否定和掩盖其在我国等亚洲国家干出的杀人、强奸、绑架和掠夺等属于权力的犯罪行为，那么他是特错大错的想法。日本政客应当对历史正直，对他人诚实。各位听众，刚才将要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发表的评论，岛国独立还是心术不正。亲爱的听众朋友，向前先生女生三重唱小小白船在我思念。
且欣赏小汉独奏，日空里飘着的雪花呢。
东西与生生平常，让人怀抱是我们生活的家。广播电台，亲爱的各位听众，上次接受外国人的很狠批评，外国政党领导人热烈称颂伟大的金正日同志，说他加强和发展朝鲜劳动党，使之成为主体的革命政党，还领导朝鲜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他是中世的伟人和举世罕见的政治家。新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马克米基·米约维奇说，金正日同志从1964年6月19号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这是对加强朝鲜劳动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朝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面临了空前的严重挑战，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时期。由于帝国主义者的反社会主义攻击，以及修正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的反革命阴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了崩溃。在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
朝鲜劳动党壮大成为了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阿铁般的政党。伊朗伊斯兰教联合党副总书记哈米德雷加塔拉西强调，伟大领导者金正日以监狱脱罪的思想理论活动，不断深入发展了伟大的金日成主席的革命思想，还加强和发展朝鲜劳动党，使之成为战无不胜的政党。在领导者金正日老练的领导下，朝鲜劳动党坚持高举主体思想的旗帜，一直沿着胜利的道路奋勇前进，还成为了强有威力的革命政党。生来海劳工党主席图尔梅久拉说， The Workers' Party of Korea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the great cause of the Korean people.朝鲜劳动党始终为实现朝鲜人民的伟大事业和民族解放，反对外部势力对朝干涉而努力奋斗了，这在国家的革命发展中成了最大的原动力之一。朝鲜劳动党把主体思想作为基础，而且同朝鲜社会的民族特点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朝鲜劳动党区别于世界其他政党和共产党的是，它同群众保持着比以前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更为密切的关系。埃及自由社会主义者党副主席亚赫亚·扎卡里亚·黑鲁拉强调，领导者金正日长达半个世纪以来领导朝鲜劳动党，使朝鲜劳动党成为一个在各个领域都取得巨大胜利的独特的政治楷模。朝鲜劳动党在实现朝鲜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在坚决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捍卫以人为中心的朝鲜式社会主义方面，充分发挥了先驱作用。我们支持一名建立的金正恩同志出色地继承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意志，所以朝鲜劳动党会成为强盛国家建设的火车头。亲爱的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外国人的很短集锦。亲爱的听众朋友，下面播送男声合唱《金正日坚定是我们的情妇》。这首歌曲是1990年2001年录制的，第二版歌词当中写，来大红丹心村庄还给婴儿取名字，在九峰里听到歌里面唱的歌曲啊，除过将军那关怀无微不至，岁月艰难可人民的家里充满阳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下面播送国立交响乐团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和江滨一家人》。
听你声音的重唱《金岛和金阳》。各位听众，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华语广播到此结束。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华语广播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中国官媒方向，北京时间5:30到6:30，6:30到7:30，所用频率是9875千赫、11635千赫。
北京时间19:30到20:30，所用频率是7220千赫、9445千赫。中国东北方向，北京时间5:30到6:30，6:30到7:30，所用频率是7235千赫、9445千赫。北京时间13:30到14:30，所用频率是7220千赫、9445千赫、9730千赫。北京时间16:30到17:30，所用频率是7220千赫、9445千赫。东南亚方向，平壤时间12:00到13:00、15:00到16:00，所用频率是13650千赫、15105千赫。平壤时间22:00。